年的圣诞节都是我有点伤心啊，伤心的日子。你们还记得吗？有一年我们的圣诞节的嘉宾是啊，是志玲姐姐哦，对，哇，那应该伤心了，没错。那一年是我收过最棒的圣诞礼物，没错。那一年呢，怪兽玛莎、石头怪佑，每一个人都获得了一个拥抱，爱的抱抱，那个是有专有名词的，而且绝版的，对，绝版了。为什么绝版了？他还可以再抱，不是吗？但不一样，抱抱属于姐夫的，对，他现在属于姐夫的，哦，就不能叫爱的抱抱，他就只是抱抱。大家的女神现在变成大家的姐夫的了，对，你就算要抱的话，今天就算有来，你也就是抱抱，他没有爱的，没有爱的抱抱，绝版了，绝版了，他就是一般的，没了。志玲姐姐吗？是志玲姐姐的圣诞礼物哦，为了安慰你，他心里对你还是有点过意不去。好，我准备好了。不是这种准备，没有，我在整理服装，我在整理服装。你在 VCR 而已，我在整理服装，哪有人一说我准备好了，你在准备，等下石头就冲出来抱你，我跟你讲。这谁？今年的圣诞节，你想要和谁一起过呢？许个心愿吧。你想要有点 man 的？你还希望是个五个人的组合？你也希望主唱是未婚？好的，通通送给你。让我们来欢迎我们的圣诞礼物。大家好，姐夫，姐夫，姐夫。让欢迎大家的女生的大家的姐夫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基拉，谢谢。我刚才也算是间接的抱抱了，间接的我可以。很开心来到桃园，刚开心来到 Merry Concert， 掌声鼓励好了 ，Merry Christmas， 谢谢。Q 啊。他说那个影片他不知道为什么会有那个影片，他那个姐夫刚才吓一跳，因为这个影片姐姐在录的时候姐夫不知道，姐夫不知道啊，很多你不知道的事哦，喂，害羞，那年的圣诞节，我害羞哦，那今天是圣诞节 ，Yes， 有没有准备特别的礼物送给我们全场的25000个朋友们呢？有啊 ，OK。爱的爸爸，有爱有爱有爱是有爱，哎，提莫基呢 ？Exactly the second， 掌声鼓励，方浪兄弟 ，Second，What's up， 太阳，我们是外国才有 Second， 大家好 ，Merry Christmas。Yes, Christmas, I give it